大家好，我是谢正慧，你的人形故事机。这两天啊，看了一新闻，也不是，你要说新吧，也没多新，但是我真是刚知道啊，有一个姓李的啊，咱不能说是谁，是不是？以免他人家告我去。武打片是吧？一个演员出席活动的时候被拍成照片，脖子上挂了一珠子，据说啊，那玩意儿叫天珠，有专家估计这个天珠啊值1亿。其实吧，不光是他，不少明星还有商人啊，都花大价钱这种买这种佛教的用品。佛教里头呢，管这种行为叫什么呀？叫供佛。从这个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开始，其实就有这条教义。释迦牟尼曾经要求这僧人啊，不能有存款，也要舍弃这出家之前的财产。那你没钱，这吃喝拉撒都是问题，只能靠这化缘来解决。这个就是最早供佛的来历。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，这些明星啊也好，什么这些商人也好，他们供佛有一个共同特点，供的都是藏传佛教。哎，为什么要供这藏传佛教呢？今儿咱就聊聊这个事儿。藏传佛教啊，本质上来说，我给他总结的啊，是一个大杂烩，而且呢是出口转内销。它的前身是西藏当地的一个宗教，叫本教。这个宗教其实挺复杂的，各种神神鬼鬼，但是呢又特乱，咱也说不清楚。你就想象成那种跳大神就行了。到了唐朝，控制这西藏的吐蕃王朝的这个松赞干布，他娶了俩媳妇儿，一个是唐朝的文成公主，还一个呢是尼泊尔的尺尊公主。这俩公主啊，都带下了什么这释迦摩尼的等身像啊，包括大量佛经。松赞干布也在他们俩的影响下皈依佛教，并且创立了自己的教派，这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藏传佛教。藏传佛教特有意思啊，它既拥有那个内地，就是咱们中原这种大乘佛教那种高大上，也有当地本教那种接地气。到了元朝，这个蒙古人就发现这个特点，哎，觉得这好啊，这个比我们那长生天强多了呀。于是呢，这蒙古人就开始信仰这藏传佛教，并且把它带到中原地区。虽然这蒙古人统治中原不到100年，但是呢，这个藏传佛教在中原很快就发展了。尤其是到了这个明朝之后，明朝皇帝他得拉拢这个西藏地区的人，还有这个蒙古地区啊，自然要在这个信仰方面下很大功夫。洪武七年，朱元璋就把这个宫歌兼藏班藏部啊，这么一个人啊，这是一个这个名字，把他请到了这个南京，让他这个传播佛教，还把他供为帝师，加这个国师这种称号。之后的明朝皇帝啊，那也是经常请这个藏传佛教的高僧来中原地区做法事，当然了，少不了真金白银的投入，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拉拢这西藏跟蒙古地区。因为在信仰上你被我拉拢了，我跟你一样了，那你就别打我了，咱们就好好相处就完了。后来呢，这女真人在东北地区崛起，他们最早信仰的那是特别原始那种东西，叫萨满教，还不如蒙古人那长生天呢。一帮人围着这篝火，戴着面具跳舞，那真是跳大神。后来啊，和这个蒙古人开始就开始有各种深入的交流了，他们就发现，哎，这蒙古人信的这东西好啊，对吧？这藏传佛教比我们那强多了呀，是不是？这藏传佛教它是定了型的宗教，有这成文的经典，有明确的崇拜对象，比这萨满教那跟萨这没法比了。于是这藏传佛教在女真人中间也开始流行。后来呢，这帮人入了关，一统江山，就是大清啊。大清政府发现，哎，这宗教不光能当自己信仰，还能借着他的手控制这个西藏和蒙古地区。于是这清政府啊，基于这藏传佛教的特点，制定了一套活佛转世制度，官方只承认四大活佛，谁呀？前藏的达赖喇嘛，后藏的活佛这叫班禅，蒙古的哲布尊丹巴，以及青海的张家，这四个啊，各司其职，互不同属，防止他们共同反清。但是呢，也给你们封一个跟我比较近的一个角色啊，一个给你都封成佛了，对不对？我都承认你了，你是不是也就是吧，你就没有那么折腾了，你就消停了。清朝的皇帝啊，其实对这种事儿啊特别明白，宗教啊就是一种统治的工具。比如说这乾隆皇上就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，本朝之维持皇教，原因众蒙古素所皈依，用事遵从为从仪从俗之计，兴皇教既所以安众蒙古，所系非小，不可不保护之，以为怀柔之道而已。
这句话其实挺白话了，从他这句话了，咱就能听出来，这皇上这乾隆啊，就压根儿没把这藏传佛教当真，就是拿它用来统治的，来拉拢这蒙古人，拉拢西藏人的。藏传佛教呢还是非常出色的，不光能控制这蒙古西藏地区啊，同时也能控制咱老百姓。这就要说到这藏传佛教一条特别重要的教义了，什么呀？福报说。哎，这说法那真太好了。你今世为什么受苦啊？你凭什么种地啊？那是因为上辈子你没行善，今世你是来还债的。哎，那这老百姓听完之后，要是他真信了，恍然大悟啊！哎呦，这辈子我得老老实实种地，多干好事儿，没事儿我就多扶这老太太过个马路，忠于皇上，保证这个将来能转世投胎到一个好人家。本来这福报说啊，指的是修来世，它不是修现世。但是在那个年代啊，说实话啊，信息很不发达，大部分人都只知道这福报说这么个名儿，压根儿就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意思。这呢，就给那些心怀不轨的人可乘之机。有不少骗子就打着给人各种祈福啊，你这个你现在修好了，你明天就好了，对吧？以这种名义冒充那种得道高僧来开始骗钱骗色。咱们一开始说这天珠啊，我说实话，我也不怕得罪人啊，其实就是一个手段。清朝就有人开始收藏，这一点一直传到今天。一块石头，哎，这一块石头它能有什么法力呢？举个例子啊，有些人家信佛，家里呢就请着这个佛像供着啊，一天三炷高香。这个佛像只有请到你家里，那才叫佛像。在工厂人家制作的时候，工人管它叫活。哎，你这批活什么时候能完呀？到了商店，商家管它叫货。哎，这批货打算卖多少钱？你因为信佛把它花钱又买回来，你说是请回来把它供起来，这才叫佛像。天珠也是这道理，你要是信啊，这天珠那就是值一个亿的宝贝。你要按我说，你要不信，白给钱我都不要，我挂哪儿去啊？那齁沉的。话说回来，那这帮明星干嘛花这么多钱拜佛呢？哎，你得这么琢磨啊，这帮人赚这么多钱，不敢说每个人都特别那什么吧，但是起码我感觉啊，可能是都多少干过点亏心事，他心虚。这时候呢，就有大量的这种骗子趁虚而入，谎称什么大师啊，可以给他什么超度赎罪。前几年不是有一个那个所谓那大师叫王林啊，他这号称那个做法能变蛇，那他妈就是一江湖骗术，对吧？那就障眼法嘛。有些视频在网上还疯传呢，好多人说，哎呦，这人好啊，给自己看了多少多少病，对吧？有不少这个明星大佬，那都跟那就跟苍蝇见了屎一样，一窝蜂就扑过去了，请这大师啊给自己超度祈福。而且对于这帮明星来说啊，看上去啊他们是拜佛，其实呢，都是为了进圈子。还拿当年的王林大师来举个例子啊，他当时收的那堆徒弟怎么着不得是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啊，或者要不然就是哪儿的重要领导，要不然你这拜师费500万人民币你交得起吗？反正我交不起。你要是有机会去拜见大师，那肯定是能接触到这帮达官显贵的呀，那你这就是打关系嘛，对不对？还是那句话啊，修佛呀修的是来世，您要是想这个通过拜佛保今世的平安，趁早别信。好了，关于这明星为什么供佛呀，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。我是谢仁慧，你的人形故事机。